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哎呀，今儿可是把我累坏了，刚忙完，中午都没吃饭，干活儿。现在都几点了？8点了，快还没吃饭呢。就早上吃了一油条，吃了一碗豆腐脑，晚上凑合了，吃个汉堡，吃俩鸡蛋，再吃点肉，牛排小串儿，安克斯牛排小串儿。医生不让我喝啤酒，尤其是凉的。揭发，爽！不听话，不听话呀，作呀！这人的病都是作出来的。他小串儿就是一串儿里边吧，有2块肉，牛排、黑胡椒，配料表挺干净的。牛肋排肉，黑胡椒碎，水、食用盐、玉米油、味精，有一点点糖。它可以搁在烤箱里，烤箱在上面。我拿过来一个，我懒得弄，麻烦。你也可以油炸，我上次搁油了，油乎乎的，没搁油，这回就直接搁我这个多功能的电饼铛里边，一煎，一翻盖就行了。哎，你看，这火倍儿棒，特快。哎，刚才还冻着呢，我都没解冻。呵呵你看，开了，遇热它就化了。这小锅一个人真省事儿，做饭。俺们家老张不在，太棒喽，没人管喽，管着喽，喝啤酒哦。他要再又该骂我了，嫌我没出息，不够节制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马苏里拉芝士碎，可以割吗？可以摸。搁点芝士碎，搁点芝士碎，香啊！然后我再搁一这个汉堡黑，这啥吃法这是？摊个鸡蛋，搬了一天砖，给我累的。晚上特别早就睡了，视频都没拍。吃完饭哈，洗洗就睡了。今天早上起来就是习惯了嘛，5点多钟就醒了，然后6点多钟出门，现在8点多钟我在北海公园散步呢，身上还是感觉特别累，特别乏。昨天干活的那师傅吧，都他比我大哈，那人家干的活肯定要比我繁重多了。我只是小工嘛，打打下手什么的，哎，就累得不行。我们就聊天的时候哈，他就说，我们在农村吧，就挣钱机会特别少，但是呢，我们房子多，地大，前面花园，后边菜园，特别美。一听他一说哈，特幸福，挺让我羡慕的。然后他说，现在看病吧哈，就是你1万块钱自己就花500就行了。我说那要有病呢哈，我说对我先提的哈，我说你有病怎么办？他说我们也很少生病，就是说。你真有病呢，1万块钱自己就出500就行了。哎，真的是不是，在这种农村老家生活的人，身体都特别好，不生病啊？我想他们可能就是每天接触人少嘛，就是那种
内耗比较少，压力哈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。你要工作的话，我感觉跟人打交道哈就挺累的，而在农村就不用啊，是吧？自己种地自己吃，而且呢，它都是那种纯天然的哈。哎，不行了，举不动了，还是特别累，特别乏，回家休息去了，睡觉去了，拜拜。点赞关注哦。